行，嚼这些行。那块儿完了，我留着炒点菜儿。53.1，搅一半馅儿，留一半，留一半。一会儿我自己吃点牛肉萝卜水饺，咱买点皮儿，买点饺子皮儿。饺子皮儿给我来一打呗，对。4.1的饺子皮儿，来点花生。饺子配花生是最对的啊。盐焗花生，我就吃好夜市那个了，但是买不着了。走吧，回家包饺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俊儿。今天本来想回岳父家了，但是沈阳这个情况现在大伙都知道，沈阳，还是别去了，自己搁家做点啥得了，因为孩子太小，我真害怕呀。今天沈阳雨下的好大，给它切丝儿，细不细？多炒一会儿啊！我喜欢软的乎乎的。我这小锅赶上万能的了，看它过线儿，看厉害不？这个牛肉萝卜吧，水不用不宜太多啊，因为萝卜本身就出水，咱给它打上劲儿就行，就这么搅。不行啊，哥们儿们，那个不好使，还得用这个碗，这就好整了。咱们加入
熟了。陈醋、辣椒油、香油。除了皮儿有点不对的话，啥都 OK， 嘎嘎的。咱今天唠唠这个有孩子的事。你要搞以前呢，没孩子的时候，那我就是。放假了，自己搁家待着肯定没意思，肯定得回老丈人家。现在不行了，因为沈阳现在那个有点严重，已经十来个了。虽然军哥以为，我感觉我是没什么事儿，头两天还做了核酸，但是就害怕那个万中那个一。总想孩子太小，还是别去了。我都老想我。我想的不行了，忍着吧。下礼拜做个核酸，礼拜五做，礼拜六就去。不是我能夸呀，哥们儿，这事儿确实牛啊。一个小油袋儿，白刷刷的，而且超嫩超嫩的。拜拜。